送车冇得揸，费 Sir 好狠下。揸跑车去威，有边个唔想啊？但红魔班23岁以下僆仔就冇咁易啦，因为有咩都管嘅领队费格逊啊嘛。曼联之前同汽车公司雪佛兰签波衫赞助，虽然个名要2014-15年球季先出现喺件衫度，但车商好识做啊，送一队成员一人一部车。但系费 Sir 落 order， 唔想车龄较浅嘅后生球员撞车受伤同太招摇，所以廿岁后卫菲尔宗斯、21岁前锋韦碧克。同22岁嘅后卫基斯史摩灵同拉菲尔达斯华对住跑车都系得个睇字，咁又系嘅，朗尼比赛都可以俾鞋割伤大髀啦，咁就要唞1-2个月啦，冇咩系冇可能发生嘅，又难怪辉 Sir 咁紧张㗎。